最近有很多朋友問我，他話：查理啊，究竟我哋香港嗰個物業，你覺得係應該放賣、放租定係丟空呢？其實很簡單嘅啫，你只需要揾一個專業嘅租務管理服務，你試幻想一下，一個價錢多種服務，幫你處理丟空及收租嘅香港物業，定期巡查空置單位，處理租客問題。任何時候隨時可以登入我哋嘅網上去查詢物業管理系統及報告，了解物業狀況。仲唔快打電話嚟！